哦，这次觉得是新的啊，就没印象了。靠，他那个。然后他不是说等级要拉上去了吗？你是拉去哪里？每天都在给我缺食物。看到就不爽。为什么不是这一只？我们不是搬家了吗？嗯？我们已经住，哎，我们的那个被打掉了。没有，我们已经在首都了。哎，不是，对。被别人打败了，谁呀？不知道谁呀？靠！那我现在可以打几局啊？靠，每个都不能，哈？好不爽啊！